你若是要爱用爸听，就莫阁浪费时间啦。爸，我这阵啊真正过啊足辛苦的，我袂食袂困，连花遐的朋友，伊拢互我面色看。即摆只有是要愿意收留我，我真正是走投无路啊。若真正走投无路。 赶紧回头啊！爸，我即马就是回头，我才来找你啊！我知影我做唔对啊，爸，我会听你的话，你爱我做啥就做啥。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等来做你的查某囝好无？你一直拢是爸的查某囝，只是爸想要用无同款的教育。 来甲你教，听爸的话，你去自首，安尼你就袂过更加这样艰苦啊！我去自首，我互人扣起来，你管？安尼根本就袂艰苦啊！爸会陪你做伙面对，我袂惊怀疑，我袂甲我的命运交在法官的手头。卡林姐。 你无一定有代志啊！万一若是有咧，万一我若是让人破刑，万一我若是让人来去关咧，是不是要甲我讲，内底的代志你拢会超好势，你叫我好好面对，时间若是够好，我怎么会突然讲出来啊？爸。 你以前是能只卡，无论无愿意，我离开你。我今日去夜家了，我想着早来关心我。现在做我阿芳出现了，你的态度就拢无共款啊。卡松，咱两个若无共识，就莫阁浪费时间讨论啊。你若想通了。 看到了吧？你那是歹态牛，你只是让我看我无阿芳尔，我也想办法继续对付伊。你若敢跟我白来，你就真正要阁做我的查某囝。你早就无我一个查某囝，你安尼做这么搞什么理由我？我无可能牺牲我家己，让你爸惊后悔。 你等我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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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这个登记出来的机会是我用命换来的，我袂阁将你冲动啊！那你就好啦，阁唔嘛一概苛刻你哦。阮爸对你哦，根本就唔甘的啊，所以就总讲假，你嘛假个就怪，三不五时甲爸说三奶子，爸早办原谅你啦。我知。自从爸知影我阁合理的代志了后，就对我就失望的。我看这间我那算无定的，爸的财产可能一生五年都袂分了。 所以今麦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替你拧转局势。你有啥物事款？但合理今麦代志已经不要扛啊，伊第一严格，一定无再调，通我阁大。所以咱爱为合理下手。海生，跟你交了解，伊专工来车，应该是要找我，有啥物话你也当直接讲。我希望你当等个做家。 女作家，这就是你真正的厝。我说，我现在要回去做家，而且曹凤敢有去做事啊？你连我上基本要求拢做袂到，阁好意思爱我另做陪葬？我看曹凤、曹庆自细汉就是有样看样，才会甲你共款这样搞。请你回去，免阁浪费时间。
阿宏今摆精神状况真歹，我真正无得过毕业，安那袂起笑。刚讲你唔知影曹凤有时在疗养院，或是要食药啊、要注射、要爬、要电脑会当治疗。我之前住伫迄边时阵，曹凤就是请人安尼照顾我，照顾到我规身躯拢是伤。我就是无你勇气，搁甲病，才来找你参详。可是讲，你若愿意退让，看你需要啥，做你开嘴，我尽量做得到。你意思是讲，不管是钱、厝还是土地，拢会用？当然啦、啊。遐物件我拢无兴趣。我起码感觉明白，你会当离我愈远愈好，卖过来搅了阮爸爸妈妈，让伊会当欢欢喜喜过日子。你若是感觉对我有遗憾，你会当把这个精神甲气力提起好好看教曹凤，让伊唔通一错再错。至少我看会起你，安尼讲用。那呢，我们永远来失去你这查某囝。你若是无谅解，又曹凤回头，我一继续安尼为非三走，你真紧就会失去另外一个。既然你无法度叫曹凤去自首，那呢，我就用我的办法，让伊受着法律的制裁。唔免假可怜啊！我才无食一套。哎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？阿姨昏去的时阵，我人就伫咧边啊，所以我就陪伊来陪伊啊。后来到家才知影，伊心脏无爽快。嗯，我问你哦。你敢知影伫咧美国叫救护车要卡几号啊？哈哈，真巧。好啦，你去上课。嗯，我嘛就想你诶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这么麻烦。我差一件。春秋我大汉啊，跟你无关系，也不是你的孙。那出国读七年啊，我算算应该是23岁吧。听到你家的讲话，感觉会出来。因真亲，感情真好。在阮家，我从来冇听过厝的人安尼讲话。少年时阵啊，我真火啊，有某啊，在外口，佫交真多查某朋友。那厝有囡仔，外口嘛有。所以家庭的气氛真歹。大概阮太太呐，你家己那个时，拢替我出来讲，讲阮查甫人要有野心，千万唔通甲我共款花。啊，若走那，来甲家己红晒过好，唔通回去花天酒地。阮太太。在我家得不到安全感，我头家囡仔多，所以家囡仔真严真严。那厝囡仔可怜，家口遐囡仔嘛过甲真艰苦。家玲是细伢仔，做啥拢看紧。家业更加凄惨，自细汉拢无起腰，大汉煞替人咧做歹代志，
啊，那曹胜甲曹经理两兄弟也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有一个真悲哀的妈妈。唉，我真正是教孩子仔大细，这嘛是你家己造成的。那是感觉对因有亏欠，那安尼就去跟会失礼，好好明报应，不是直接话艰苦话题啊。我，不过袂好啊，伤害已经造成啊，要弥补嘛有限。而且因即马大拢大汉啊，定性啊，无改啊。我跟你只说一几遍，我看会出来，恁爸妈跟你家家真好。拄啊，听你甲全全的讲话，我更加确定，恁爸甲恁妈，互你满满的爱。所以第二经过这么多难关了，你同款的用爱来教育家己的囝。反正你做啥拢抱伊是对的，你这样就好。所以我是绝对无可能去恁祖家里做鬼种的。另外，唔忙伫我的心上找找你的未来。你若是真心为我好，就莫讲认为对我有啥亏欠。你叫我的名是魏文静人，敢会当花报答你救命之恩？你若是当把这件代志放袂记，对我就是上好的报答。还有，别再去找阮爸爸妈妈，甚至想要给他们任何的东西，这只是让你的好心，还有十八件有借口继续干扰他们的生活。而且曹凤一定要去自首，才受法律的制裁，这点我是绝对不听的。对啦，就在新宫你的指数不正常，不过详细状况我不清楚。但是你若是看到护理师，你可以问好清楚。你讲啥？我把香港遗嘱，要把大部分的现金的资产还给亚芳？我原本是想讲。爸只是给我较少一点嘛，结果伊连一分钱拢袂给我，爸你就真正想超过啊！爸对我才超过，爸要弥补王亚芳，要让伊较济，我袂通讲，喊我大囝，我做好家的大囝呢，什么曹胜，还个多点名字，你的曹龙，天天都比我较济啦。哎，您先别这么紧张啦，啊，这刚才遗嘱呢，叫曹龙的话呢，遗嘱就会生效啊。是讲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個？你有什么目的啊？过去啊，我跟王亚芳有淡薄过节，我无想要看到伊好过。啊，不过以我对你的了解，卡说讲这件代志对你无任何好处，你是无可能冒险的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只要会当跟王亚芳阿老对，对我来讲无好无坏。哪能有什么办法会当让这个遗嘱无法度生效，让王亚芳无法度摕着阮做家财产？真简单啦、啊，只要结婚新的遗嘱，那是损毁还是无去？你无人会当证明有结婚新的遗嘱的时阵，那是草动贵姓，恁兄弟姊妹就会当照正经的遗嘱摕着草动的。